半左右。嗯，其实我之前也做一个手工的，就是做了一些手工的艾灸。啊，女性最容易做到的一个姿势，就是让你提醒自己放松，就相当于你自己做一个冥想一样。我觉得感触最多就是让这个呼吸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